宝宝，这床单很好。你拍的时候，就是他把手拍出来没事吧？把手拍出来没事是吧？没事呀。没事吧？没错的。那就给我两本吧，我一个专门记工位上的，一个就专门去记会议的，就分开来，省得别人乱七八糟的。颜色给我换一个不一样的，一个蓝的，一个黄的最好。好，三十。你等记。